香港佛光园美术馆日前嘉宾云集，因为艺术名家水和田的画作再度到香港展出了。看这一幅幅作品，从画中正可以显现出艺术家水和田先生想要表达出的意境。即便色调简单，构图层次看似不复杂，但是以荷花为主轴，张张凸显出作者所追求的简单之美。就想把那个他那个宁静那个美，在画里边表达，一路创作，一路画这个时间给我那个森林里边很舒服，用不同的蓝色，用蓝色里边的表达，就加一点白色，很纯、很自霸的样子。这次撵来了荷香艺术之展，在香港佛光道场佛光园美术馆展出，满满的亲笔签名都是为了水和田先生慕名而来参观的。平时爱好摄影的他，时常捕捉生活中的美景。这个展出叫荷香哈，不知道各位闻到了香味没有哈？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个所谓荷香的意味呢，是要用心来看的。各位看完，应该在你的心得到饱足，啊，一个人啊，如果心饱足，不吃是会饱的，这个就是艺术的价值。会中他特别邀请到谭宝硕、抗力分别用纵箫及古琴合奏，在悠扬的音乐中带给世间一股清流，让人享受心灵清净的一刻。透过水和田先生的作品，让大众更了解佛教重视心灵净化以及生活的提升。当物质生活满足不了心灵时，艺文生活便能填补心灵的渴求，让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人间卫视香港综合报道。